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欢迎你们来到五月二十五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。当别人的意见和你的不一样时，你会如何处理？让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，真正的合一。现在，让我们静下心来，聆听这一段圣言。 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七章第二十至二十六节。那时候，耶稣举目向天祈求说：“我不但为他们祈求，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，愿众人都合而为一，父啊。” 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，就如你在我内，我在你内，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。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，为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。我在他们内，你在我内，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。 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，并且你爱了他们如爱了我一样，父王、啊，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愿我在哪里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，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，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，公益的父王、啊。 世界没有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了你。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。我已将你的名宣誓给他们了。我还要宣誓，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，我也在他们内。感谢天主的圣言。若望福音十七章。 记载的是耶稣最后晚餐时做的一个祈祷。那时候，他像一个爱唠叨的母亲，一直用不同的方式，如“合而为一”，“我在他们内，你在我内，你的爱在他们内，我也在他们内”，表达一个重点，就是合一。也许。 耶稣知道人性最大的软弱就是自私，无法放下强大的自我去配合或支持别人。这个自私让门徒们即便已经跟随他三年，仍然爱比较，争着要做最大的。这些人际方面的勾心斗角，即便是轻微的，却会让他们间的信任减少。 更难展现出天国的模样。在离开以前，耶稣一直不断的求天父守护门徒的合一，经由他们让整个教会合一。基督徒的合一，是天国临在最明显的征兆。今天，让我们反省：在开会讨论事情时，如果别人的意见和我们有冲突时， 我们会用怎样的态度面对和处理呢？也许有一些性格强的人会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肯退让；也有一些怕冲突的人不肯出声；有些人不敢有自己的意见，就选择跟随多数人或有较强意见的那个人；也有人模棱两可，不敢做承诺。 然而，今天耶稣要我们记得，基督徒要合一，并不是没有意见的听从那个强势、看似最有能力、最有想法的人。光靠人的努力，合一是不可能的。但若每一个人心中向往天主，渴望执行他的旨意，并在祈祷中学习放下自己。 用平常心接纳天主的旨意，那么我们对天主的爱便能让我们合一。请品尝圣言，愿众人都合而为一。父啊，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，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。 你身边有谁特别难相处？尝试想象耶稣会如何对待他，并照样去做。最后，让我们全心祈祷：主耶稣，求你来到我和我的对头之间，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宠，去善待彼此。 这每日圣言祈祷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，愿天主降福你，也愿我们在天主的爱内都能合一。我们明天再见。